嘎发还是溜。嗨，大家好，是我徐薇老师，大家来学客家话哦。第一句话，哎呀，这个地瓜有没有很松软？松软才好吃啊。番薯有松吗？番薯就是番薯，哎，就是我们说的地瓜。番薯，番薯有松吗？有就是有没有的有啊，松就是要很松很松才好吃啊，对不对？番薯有松吗？当然有啊！哎呀，卖东西的人一定说自己的好啊，当然有啊！当然就是当然呢、啊，有就是有的意思，当然有啊！番薯亚世界最好吃，亚世界亚就是这个。时节其实就是时节那两个字，亚时节最好吃，最就是最的意思，好吃哎就是好吃哦。再来一次，当然有啊，番薯亚时节最好吃，哎对对对，好久没有吃地瓜饭了，按旧某色番薯饭呢。再来一次，安久就是那么的久，安久哇好久，某色就是没有吃番薯饭呢，会了吗？来，我们一起看来宾示范演出哦。番薯有松吗？当然有啊，番薯亚世界最好吃咯。啊，安久某色番薯饭呢、啊？像我爸爸最喜欢吃地瓜叶了，怎么说呢？番薯叶，对啦。好、哦，今天呢，希望你的晚餐有番薯叶哦，拜拜。